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到岳飞的岳王庙，就在西湖的边上。哦，岳飞的故事里面是中国人所熟悉的，他的母亲，然后在他的背后刻了尽忠报国。基督徒做父母亲的，我们也要鼓励孩子，他们要一生爱主。我们怎么样来提醒孩子能够爱主？圣经里面给我们许多很好的例子。摩西母亲，新约里面有这个提摩太的母亲，他们都给了孩子的爱跟信仰的榜样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吗？最重要的是将你的信仰传承，也成为他们信仰的榜样。成为孩子爱主的榜样，那是最美的事，也是所有父母亲应该做的。我们不只是要好像岳飞的母亲刻在孩子的背后，而是时时的提醒，每一天不但是除了教导跟孩子来谈论，而且来提醒他们神的话语